昨天晚上跟我哥喝了点，今天早上一起来发现家里多了个这玩意儿。你哪来的呀？不行不行，你讲听到王小明，你干，以后不能喝就别举杯，显着你了。你是喝高兴了，昨晚我三姨夫挨我三姨一顿揍，你跟你爸有仇啊？咋的了？你昨晚到家从怀里掏出来一只猫，咱也不知道你啥时候捡的。我问你这小猫咋回事，你说他是你爸。接下来的事我发给你自己看的。喝的嘚儿喝的，你啥时候抓这黑不溜秋？这谁呀？我爸。啥？我爸。这是你三姨夫。谁三姨夫呀？我爸。三姨夫。那么多呀！哎妈！哎，你别！我上给人家干个头，问我爸了，完了他就跟我就没用三姨夫，就跟我说，就意思就是说。他兜里面，别扔！那他兜里面还有。你是三姨，他跟一个猫说。问明白了，他跟我说的，他亲口告诉我的吗？你问他去。你今晚三姨不是，你就打他，你看他招不招就完事儿了。不是，打他我睡觉了。哎呦，完了吗？哑巴呀！哑巴，你没有救！你赶紧打电话问问你爸是不是在救不吧？没事没事，爸爸懂了。狗三姨能不能呀？妈呀！抖音。